小志工学着大人铺桌巾、布置场地。2024年第一次慈诚委员精进日，大众以虔敬的心礼敬诸佛，以敬仰的行仪礼拜《法华经》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那眼泪就很自然地流了下来啊，认为自己受证了，是师父的弟子啊，还是有烦恼啊，有习气啊，这样必须做得更好的自己，好像对不住师父这样，我要调和自己。来到吉隆坡净思堂上课，有的志工距离远，凌晨5点就出发，不选择线上共修是自律的提升。我觉得来净思堂上课比较扎实，比较有那个欧马。如果上网，那个人的心会想上网吗？我听一下，我可以上一下厕所，我听一下，我可以走去哪里？所以一颗种子，慢慢的这样的，就是把它就是显现出来。其实，在奇迹里面，真是你有做，这是有得的。我的发大愿就是归队咯，要回归社区。每一位志工的背景大不相同，不过精进会命成长的心如出一辙，都是期许在人生道路上找到正确的方向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郭金豪、张志亮，马来西亚报道。